大家好，我是彰化市 S 医院慧心汽车薛仁寿，今天跟大家推荐这台2021年 Outlander， 是我的 Machi 所长，他退休之后想说家里哈、太多车了，所以把这台旗舰版的新车价109万 SAWC 四轮传动卖给我，里程只跑17000多，通过验尸认证，全车原版件，感谢 Machi 所长，赞。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我们来认识一下 SAWC 旗舰版新车价109万，它配备丰富，给到底多位。先来看 SAWC 超能全时四轮控制系统，驾驶在这里。待会我们再来试驾看看，它有四个一个省油模式。右边这边呢是 Auto Home 自动驻车系统，双取冷暖恒温空调，经过验尸认证，冷气最冷是5度。再来就是我们的影音系统360度，还有卫星导航导航王。来看一下税网2021年里程保证，只跑17638公里、低里程。 ACC 定速巡航，就是我们坊间说的 ACC 跟车系统，方向盘快控键，而且这台车有七安，还有西部气囊七安 IKEY Push Start。 特别来介绍一下这台 SAWC， 来看一下 SAWC 的荧幕，放大一点。来，我操作一下，第一个就是 Eco 经济省油模式，第二个 Normal 就是一般全时四轮传动，第三个 Snow 就是雪地档，第四个 Glamour 就是我们说的大路机啊，就是越野脱困系统。来，让你感受一下，我打低档稍微试驾一下，在经济省油模式，它平常就是二轮传动，但是遇到如果轮胎有打滑的时候呢，它会变为四轮传动，但是以二轮传动为主。就怪漂亮的车头，有座型灯、鱼眼头灯，还有雾灯，十八寸的轻。练够够水诶，嘿，九成新，360度环境的镜头，电动椅、前凹、弯格、椅背，还有你看这个顶级109万的这个椅子哈，真的是用高级的皮椅，坐起来很舒适柔软。看一下 Outlander 的大空间，还有两个拳头，一样后座的椅子皮椅真的是顶级，后座空调出风口。电动尾门，后车厢的气温，你在拉行车嘞？环绕一下来，后车厢的气温，打开引擎室，阿仔，你在拉行车，有通过验尸认证，来验尸认证标签 ，Outlander， 赞！今天强力推荐三菱所长的坐车，白色 Outlander。符合联盟五大保证、五大保固，而且还在原厂保固中，让你买的安心，开的放心。买车估车来慧心，祝大家汇聚迎新，买卖都开心。如果喜欢今天我推荐的全车原版件 Outlander， 还有我拍的影片，请为我们慧心汽车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耶！实在就是 SUM。